号队长桂若琪。现场可以说是山呼海啸一般，迎接他们的英雄，迎接我们的奥运冠军。所有人都在往外的去争先恐后，他们要给他们送花或者要签名，而媒体的工作人员，而媒体的同行们呢也展开了争夺。我们看到队长桂若琪。现场可以说是山呼海啸一般，迎接他们的英雄，迎接我们的奥运冠军。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往外的去争先恐后，他们要给他们送花或者要签名，而媒体的工作人员，而媒体的同行们呢也展开了争夺。